钟镇涛和杜德伟这日一起录流行经典五十年，他们还会一起合唱添。看到近排屋企陷入追剧热潮，搞到边个家庭地位都不保了。咁唔紧要啦，佢哋中意好似得七十集到啫。我而家其实我都系宫廷人嚟噶，我系一个冷宫啊，我已经完全被打入冷宫啦。咁我仲喺嗰个 app 嗰度咧，影咗啲宫廷发型嗰啲好玩嗰啲相啦。咁佢见到我啦，如果唔系见唔到啦。至于演唱会嘉宾，他就说要保持神秘感不讲住，但是温娜和女女喜欢就一定有份了。是啊，喜欢就会做个嘉宾的，那他还会有一个机会独唱一首歌的。那啊，老豆要换衣服嘛，那他是代父从军，招呼一下嘉宾，招呼一下观众，一会儿他不是唱我的歌，他唱他自己的歌，他也会跟我唱一些你熟的歌啦。当然也都有一些新歌，到时看看怎样。嘉宾方面呢，就现在就不讲字了，因为我的歌很多，我都不知道唱不唱得完，自己都唱不唱得完，就由七十年代唱到现在，你想想几多啊。所以有很多歌呢都是要斩件来唱，有些歌呢就会重新編曲啊。咁其實而家啲音樂都已經做得差唔多㗎啦。